我没有那技巧片，你别想胜过我的龙马怒流波。打他，快打他！知道，大力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本小姐天下无敌！哈哈哈！天哪，妈妈，是我。好吧，是的，不，我。嗯，好吧，妈妈。 嘿，没事吧，龙小娇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我只是。龙小娇的终结技。我父母希望我回去看家。这有什么不好吗？不是，我和我父母，我们……龙小娇是说，去他家玩通宵是吗？什么？不，我父母不会玩通宵。 我早就想去龙家大院逛逛了，我想看看那些神秘的龙王宝屋。答应吧，求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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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就去吧。哦耶！玩通宵太棒了啊！我要把我的通宵 DVD 都带上，看他一整串。我把我的那个神秘的龙家大院肯定有很多神秘的龙王宝屋，肯定有很多神秘的龙王宝屋，神秘的龙王宝屋，神秘的。 传说中的御龙宝剑，要知道这可是世界上最强的宝物之一。我喜欢强大的宝物，去抢回来。哇哦！比我想象的还要豪华，在这长大真有福气。好吧，我想。我不知道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就想随地打滚、打碎东西、玩玩橙子，你懂的，开开心心，就像寻常女孩一样。可是当你的家基本上就是个博物馆，而你又背负着远古龙皇一族血脉的时候，真的是有点头疼。不管了。 还有一个希望就是今天一定要痛痛快快的玩个通宵。哇哦！我家的安保有那么一点夸张。欢迎回家，龙小姐。好的。真是太牛掰了！哇。